怎么了？你这个主轴箱的英文字母，问题我不会。那你空着可以不写。那你这是招中国人的还是招英国人的？我们的企业是外向型企业，技术英语是基本的技能要求。不，你这就太逗了。我这当20多年车工了，我还没听说过谁用英语考过我。还有别的问题没有？有啊，还有这道题。你看啊，安装设备的原理是什么？我们哪知道安装设备的原理是啥？你告诉我。我们是车工，这活归钳工，你这考差糊了。你真要是拉了一车零件，把图纸放那儿，我要是车不出来，那是我师娘教的。我最后重复一次，这些考题是我们专业工程师出的，你不会的问题可以空着不答，如果都不会的话，可以现在就交白卷。我为什么要交白卷呢？你这是考场，我是考生；你这是招工，我是求职。只是你的题不对呀。那你现在把你们那工程师叫来，我给他出道题，你看他能不能交白卷啊。我问他，挂浆黄菜分几个步骤做出来，他能答上来吗？两回事儿啊。你这还交白卷，整得还挺严厉。走，交白卷走。等会儿，你们哪个厂的？老北方厂的。咋的呀？你们怎么这个态度啊？不会也不能扰乱考场纪律啊。哎，你等会儿，我们可没有扰乱考场纪律啊。那大家伙都看着呢，是你出的题有问题啊。你这勾嘎的 KK 嘎的勾的，我还以为斗地主呢。哎，这位师傅，你是班组长吧？不是，我们车间主任向前进啊。副的向师傅啊，就是组织工作。哎，问你个问题啊，这个卧室车床啊分几个部分，这道题能答吗？有床身，有主轴箱、溜板箱、滑板、刀架、进给箱、挂齿箱，再有就是尾座。这都不会的话，我还算什么高级技工啊？你会什么都不添呢？你也没问我这些呀，你净问我够嘎的 KK 嘎勾的。我再问你个问题啊，这个车床这个丝杠螺距啊，一共是6厘米啊，你要是车一个0.8厘米的，你这个挂齿数是多少指的？有这道题吗？我怎么没看着？哎，你就直接回答吧。有我都填了。没有。这那我就不用回答了。杀鸡还用牛刀吗？让我徒弟给你鼓捣两句。来，我跟你说啊，这样得用那个复式挂轮传动。第一主动齿数要是20的话，那么承动齿数就是80；第二主动齿数要是40的话，那么承动齿数就是75。简单问题回答完毕。这家伙你怎么计算出来的？这还用计算吗？我们整天干成千上万这个活，我这么跟你说吧，你只要给我拿出一个数据来，我立马回答。向师傅，你是高级技工啊？嗯，我也是。真的？那你哪年？你是哪年的？我是93年。我比你早几年，我是88年。我的天，88年你就是高级技工了？我在我们厂都算是年轻的。嗯，哎呀，那我得叫你一声师傅。哎，你怎么还老厂那套呢？你们现在不都下岗了吗？咱们都是工人，比的是活，论的是技术。你比我高，我就得认你为师傅。向师傅，我就是啊，看上你这活了啊，这合同啊签订了啊。来，你把签子看一看啊。啊，哎呀，我天哪！这回行了啊，都有工作了啊，再也不用大棉袄二棉裤了，换成裤衩背心了。好啊。哎，师傅，怎么就一份？什么意思？哦，你们是一起来的啊？啊，对，这都是我带的。都是高级技工？不可能吧。那倒不是，有的4级，有的5级。哈，那可不行啊，这个破格的合同啊是有规定的啊！今天你们这些工人里边，唯有你符合这个条件，其他的呢还得经过严格的考试，啊！啊，师傅，我是这么想的，怎么干都是干，我这样，我多干点，他们在旁边学着点，再干点，这样一点一点我就把他们给带出来。对，我们基础都很好，你放心。你说话算不算？你要不算，找你们经理出来。这位就是，我就是经理啊。
我们今天招的是有熟练技术的工人，我们可没有义务去培养那些待业的啊，搞培训的啊。另外呢，我们是双线选择，你们呢也可以不选择我们啊，就这么简单啊。那你不成资本家了？哎，小伙子，20年前呢，我和你一样，你现在心情我也理解。这么说吧，如果你们哥几个都有像叔这样技能啊，我随时欢迎你们到我厂来工作，怎么样？哎，向叔，好好看，怎么样？考虑好了没？是这样，师傅。哎，他们要是不去的话，我觉得我去也没什么意思。但是我要谢谢你，对我的评价和美言。哥，咱走吧。哎哎，向叔，向叔，你就为了你这些工友，就把这么好的机会错过了，把你的这个技术才华全埋没了。我今天可是给你提供一个展示你技术这个平台啊，你可要把握住。另外我跟你说啊，你们老北方厂啊早就黄了啊，解体了，是不是啊？还有你们过去依据那个计划经济那个老体制啊，那不早就没有了吗？啊，要不今天你们哥几个咋能到我这儿来让我给你们提供工作，是不是？我是个民营企业，过去你们熟悉那些大锅饭呐、啊，什么平均分配呀、啊，那都行不通了啊！现在这时代行不通了，现在啥时代啊？市场经济叫优胜劣汰。如果你们没有像样的技能啊，没有服从企业管理啊这种心态，现在找工作你还不知道，不好找，不可能找的。师傅，你也是从国有厂走出来的，你说的都对。老厂有老厂的问题，报纸上也经常这么说，我们大家每天都读报，也领会这种精神。如果他要是没有问题的话，也不能说倒就倒。但是你不要忘了，老厂也有老厂的好处。老厂就像一个大家庭，每一个人都是亲人，每一个人又都是主人。这就是自打新中国成立以后，我们代代传承下来的主人翁精神。我记得我刚进厂那会儿只有18岁，什么都不懂，是厂里的老师傅手把手把我带出来的，让我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我感激他，厂的兴旺我高兴，厂的冷清我难过，我心疼，我每天都盼望厂的好起来。我们厂现在不行了，我也下岗了，可是只要他好起来，只要他叫我一声，我立马回去给他干。可是师傅，我想问问你的厂的那些工人，除了服从管理拿钱干活，他有这份精神，他有这份心吗？他有以厂为家，厂兴我荣，厂衰我耻的精神吗？我相信没有。你现在不招青年工人，只招熟练工，你的厂子有凝聚力吗？我要告诉你师父，一个厂子的凝聚力不能光靠钱把他们团结起来，更主要的是我们工人阶级这些朴实善良的情感。谢谢你，再见，向师傅。大将有一个，哎，天天，老杜啊，你怎么来了？
啊，是，我跟这等你半天了。别在，别在这等他来，他进。不不不，咱就这说吧。有些话呢，我也不知道当讲不当讲。哎呀，老杜，咱们还客气什么？说。好，这事儿呢，也可以说跟我有关系，也可以说跟我没关系。哎，说，跟我有关系的呢，就是丽华在我那儿上班了。啊，我那摊事儿全靠他一人盯着了。对了，再一个，他们孤儿寡母的，你要是走了，把他们一扔，他们日子可怎么过呀？啊，是。有句话叫做故土难离。你说你一人去了南方，我估计你也过不惯那边的生活，肯定日子也不好过。我觉得去南方的事就算了吧，别去了。老杜啊，我谢谢你对我的关心。是，起初呢，确实，我也是没有办法。这不，黑子，还有二子，还有胖子，还有彪头，都想让我带着他们去南方闯一闯，说那边钱好赚。可是人家一考核呀，老板没通过他们。我一想，他们去不了，我去还有什么意义？再加上丽华和姐姐的事儿，算了，不去。是这样啊？倩倩啊，我觉得这么多年，你还是没有变。是吧？还是以前的向前进，为了朋友兄弟可以舍弃一些东西。你看，这些年虽然说你和丽华的日子过得并不是很富裕，但是你们夫妻恩爱，过得非常的幸福。说实话，我内心很羡慕。好了，既然你不去南方，那我也就放心了。行，我先走了啊。不是，那你到屋坐会儿吧。不了不了。我那边还有点事儿啊，行了行了，先走了。哎，对了，老杜，感谢你啊，感谢你这些年对我和丽华的帮助。改天呢，我想约你。